人家扯裙子，我掏裙子，啊，进去好深啊！里面都塞满的。嗯，像宝塔的这一朵，你看，听到声音没？脆响声啊，乖不乖？哇塞！啊，好乖不乖？好累哦！好，这么大一泡，入画面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东啊。今天我们把前两天看那个油卷扯下去啊。牛总爱吃这两天睡不着觉，怕别人扯走啊。我爸呀就去另一个方向了啊，扯重庆去了啊。重庆后来，现在我想都不想啊，那就是前两天看到了油菌，要是没被人扯走的话，这么一篮子小问题。干什么？干什么的？看草。嗯。哦，这个肚子包起好久，都麻起这。哦，你看个枝枝，你看一颗颗的都满的哈。野荔枝，我搞一枝下来嘛。也好深了。嗯。这是来看啊，这棵树不小嘞。它是分茶，专门分茶树。哟喂，哎，也好深了，你不是讲这个树硬长吗？这都是硬长。你搞这一根枝枝，它起不来。马上就可以摘到了。我都摘到的啊。这结满了没？嗯，所以刚上班跟他们摘的时候，不是米油，是米熟。嗯，不错了呀。哦，切切不点了点。嗯，点菜是。嗯，直接去吃嘛，这么多。你们看结满了没有？哦，好乖哦。嗯。嗯，这种好乖哦。嗯。刚好熟透。嗯。因为果肉就是这样，黄色的，看，很好吃，现在是特别甜。多这点转很高档，很咸甜的，这甜度是真的高啊！山里人幸福不？哎，什么都有啊。是，搞的这么多的，都有上班吃的那么多，就一根枝枝啊，好贱啊，还是搞我们东西的。东妹，你拔太快了，我拔不起来了。哎，好好找个鱼圈啊。嗯，哎，就是长鱼圈什么样？我们一般吃的鱼圈啊，就是野生茶树菇啊，一般吃到树上的，地上的老一辈说不敢吃，那我也不敢吃。这确实和树上长的有点不一样。对呀、啊。颜色太黄了。嗯。好，这就快对了啊，这个刀都有点够的。叫茶树兜啊，还叫茶树菇，漂亮不？就树上的可以吃，长地上就不能。好浓呀，好漂亮，还在多。哇！乖不乖？嘿嘿，很甜的。哎，这旁边兔子长了就不要，就在那旁边长了我都不要。大家看看这头乖不乖？我感觉这是山里最漂亮的菌子，你看美不美？我就问你们美不美？哇，刚刚好。嗯，恰到好处，简直是很甜的。啊，长那个树皮儿，搁这里看，看不看呢？这个画面，刚刚好。哎，很甜了，不、嗯？这还不是我们上次看的那个？我觉得上次那个估计有点大了啊。这是我们路边碰到的啊，这一路都有。这种橙褐色就有点偏老了啊，越黄越嫩啊。这种会是热闹的，可以。这里又开始长了啊，在茶树兜兜上面啊，你看，妈的，哇，大家看着啊，这个看起来是真的好美啊，这是我见过世界上最美的菌子啊，大家看，长妈的啊，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，你看里面都塞满了，长密密麻麻的啊，这么多大小人刚刚好，软软的又香啊，黑天的旺旺的，乖啊，实在乖啊，赏心悦目，不仅好吃又好看啊，你看这兜兜好嫩。黑天的啊，嗯，这么闻实在太香了，真的有点带点杂鱼的味道。嘿嘿，为什么还杂树菇啊？这个好像是有种子的吧？有。种子跟这个长得有点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啊，没有这个好吃的。种子的好好摘，好硬，这就比较好吃，脆脆的。人家扯菌子，我掏菌子。嘿嘿，进去好深啊。里面都塞满的。嗯，像宝塔的在动，听到声音没？脆响声啊，乖不乖？哇塞！啊，好好乖不乖？
好累哦。怎么打一炮？入我门！像满笼子的。这里面还有好多，你看。嗯。这里面。我要搬它。你蹲那儿去，我踩到俺几下，蹲那儿就好去。哦，它长哪里都开的。嗯。你也拍不到。哦。啊。简直是完美。还长得完美。啊，这个时候吹了也刚刚好，完美，不是一大刀。我们家有才好的，嗯，感觉被掏空了。哎，哪有几个？哦，你真的是一点都不干你哦。满路子的啊，如法海天的啊。带我们继续走，你们好重的哦。啊，肯定嘞，满满一篓子。看路上有不有啊？专业捕豆的啊，这个炸一刀。吓好了，那些怪怪的，就是有点晒干的。这是什么豆豆？杂树嘛。嗯。杂树，估不就长杂树豆豆嘞？哦，这点是从这里的。哇、哦，好，也好乱哈。好，这儿没了啊！这一片杂龙光源的菜也蛮多啊，也可以了，收获颇丰啊。啊。有好没？有劲儿啊！嗯，怎么多不说话，你这过去。那讲快点喽。怎么乖？还轮不轮？好乖，好小狗。就是小狗哎。小狗在轮，看不啦？那爹，过了你爹。哎。捡把本啊，这里好吃难搞啊。洗起来有点扎实。嗯，查完卡子都要打板门，是，痛苦哦，这事情。等你洗着嘛，天也黑了。再撸一遍。用新入草，我们拿入草啊。辣子、油尖、大蒜、西里锅，好香啊！粉丝朋友们看到你推特的。试试油卷，试一下今年第一餐野茶素锅。嗯，闻到香味没？嗯，好香，好脆啊。嗯，又脆又嫩又鲜。嗯嗯，人间美味啊，好好吃。我比牛肉好吃些，吃一下新鲜，确实比重庆要油味一些感觉。你们慢吃啊、哦嗯！我们煮腊肉啊，更加好吃。我这个也好吃。嗯，来试试我们腊肉炒炸素锅，也是炸素锅。嗯，还是实在好吃。嘿，天天，太香了！那吃的好像有这么好吃的蘑菇。哎，咋这么叫啊？你撒点儿是不是？啊，好吃多了嘞！娘娘刚才还在认真的说，比牛肉好吃些啊！第一餐确实好吃啊！爸爸，我们这里是不是啊？拜拜，拜拜。